不知道别处还有没有这样好看的落日呢。一言为定。世上还有东西能金贵得过自己的性命？倘若我一定要管了，你哭了。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近的人，别人都在背后说我是个笑话，强权之心。奇门遁甲，哼，有点意思，跟着我。凝神静心，切勿多思，我带你离开。这柄剑只为你出鞘。不管梦境还是现实，救你的人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我一定可以带你。这柄剑只为你出鞘。
别怕，在我身后。没事了。死了。该。留着未必会说真相，死了我也能查出来。有没有受伤？无情大捕头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了。想来方侯爷，哼，你神侯府拿得到的线索，我岂会拿不到？未必，我不过来迟一步。此事已由神侯府接手，还请侯爷不要再节外生枝。在汴京，没有我方应看得不到的东西。侯爷大可一试。无关之人。之前那句，三年不见，就忘了我吗？我虽身在神侯府，但和你一样，都是自在门弟子。怎么？这是我在三清山叶师伯门前的师妹，你们先送她回神侯府。不必，你们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定了。你，这个，你收着。见令如见人，凭此令，此案关系重大，我必须亲自去查。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